还是有必要向你再说一次对不起。这种事自己也没有办法，无论怎么说你还是很棒的，一直都愿意那么认真地给我讲题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可能不会再向你问题了，希望你没有因为我而受到太大的打击，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呢。怎么样，你自己看吧。可以给我看？哎，看吧，没事，只是信任。毕竟第一次就遇到这种事，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了。怎么想的，告诉我就是了。也谢谢你的关心。本以为自己还算是坚强，但是直到雨潇说出对不起三个字的时候，果然还是无法接受啊。这样就冲上去表白，肯定会拒绝的吧？为什么？以前有过喜欢的女孩吗？以前接触过的女生也不算太少，也有几个是有好感的。但是雨乔给你的感觉，要比你之前认识的女孩都要更强烈，对吧？过去一直告诉自己要以学习为重，结果自己的心意就这样压抑到了现在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雨乔长得那么漂亮，你会喜欢她也不奇怪，但是你居然敢向她告白，胆子还是不小的嘛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倒是没有那方面的感觉了，我们可以是纯粹的朋友关系。喜欢一个人呢，不一定要说出来了，在一旁默默的注视，那种感觉会很美。下课了。啊，回家啦。走读真好，后面两节自习都不用上。哎，那我先撤了啊，你继续奋斗。拜拜。走吧。喂，你走不走了？走走走走。老娘带着兵上兵挣钱，又要供孩子上学，又养活这个家，你呢？你干过些什么？天天研究这些鬼东西。98年下岗到现在，你赚到钱了吗？啊！你这窝囊废，老娘当初怎么瞎了眼，嫁给你这样的窝囊废啊！你懂什么你？癞蛤蟆！要不是你整天在那里干扰，老子在股市里早就赚到大钱了。等老子有了钱，第一件事就跟你离婚。我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得奖的都是参加奥数班的，一般人没戏的。那年夏天，你的心情，角落里泛黄的日记，回忆中慢慢清晰，
那是第一次约会的心情，耳边熟悉的旋律还能否再一次响起，年少的花季是甜蜜的任性，遇见你才懂那些成长的原因，从那天起看不见全部都是你，还是再坚持一下。不小心当童话失去了奇迹，我可以为你守护爱的命运，思念肩负了便利，眼泪抹不去爱的失意，定格了时间去说这一句爱，想再紧紧抱住你。落叶随风飘，不过惩罚说在前头，我们可是无法攻略的哦。停留在我们的初恋的日记。不过谢谢了。太阳天空照，花儿对你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还在睡觉，懒惰虫起床了，今天是我周杰伦来叫你起床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我听说他主动找老高调的座位，换到郝强旁边的。哎，郝强真可怜。可怜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依我看，他们换座位不会是图个讨论题方便。我觉得他俩的话不是郎才女貌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听说，哎，来了。好险。早上好，迟到了哦。没有啊，俞北林。好吧，傻笑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喜欢雨乔多久了？记不清了。你每天只看人家一个背影，好玩。我瞧你，这什么，想看就看呗。想看就看，要看得痛快。好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眼神。眼神？是注视着喜欢的人的眼神哦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这还会被你笑话。逗你玩了。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儿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，两颗心颤抖。喜欢唱歌？知道这首歌是哪里的吗？没听过。
是一部叫做《神话》的电影，今年首映，成龙出演的。啊，好想去看啊！可是下午还有课。这么说来，我也想去看看了。想跟我约会？没。那就好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要不我去跟老高说说，让我再和雨乔换个位置。可以啊。哼，想得美。相信我，你选择的美，再多痛苦也不闪躲，只有你的温柔能解救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好吗？有没有人想和高老师一起去看《神话》的首映呢？是，你看呀。高老师，我请客的哟。高老师万岁！同学们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么好的，我现在要有个坏消息要宣布。啊！大家回去后写一篇800字的神话观后感，下星期一交。老高，你也太坑了吧！哼，我就知道。